搞什么搞什么，今天要来搞什么，我们今天要来煮圣诞树。Christmas，Christmas，快到了，对，还不是圣诞节，但是圣诞节快要到了，我们想说，我们买了一棵圣诞树放在我们的工作室里面，但是自己煮圣诞树好像有一点孤单，所以我们想要你们寄圣诞礼物给我们，可是我们要的礼物呢，是那种可以装饰圣诞树的东西，像是骷髅头娃娃，或者不对，那是万圣节，像是一些可爱的小灯泡啊，可以放在圣诞树上面的，应该都很好看，所以。请把你们的小装饰最好是自己做，不要去外面买，自己做，自己做的那种小小的装饰，十块钱、二十块钱的，寄到以下的地址。你要图什么用啊？通好啊。听这个，很好啊，不错啊。它是六尺高，这样子。还有，我们买的这棵圣诞树呢，是六尺高，比八尺大人矮了两尺，所以你可以想八尺的大人吗？有啊有啊，你不知道八尺大人吗？是一个日本的都市传说，就是长得很高很大，然后胸部很。所以我们要在桌上煮，是不是？对。那我来负责树，圣诞树呢？它是什么树啊？我之前都没有去研究它，哎。但是它就是可以上面可以挂东西的，这上面这个是要把它弯起来，是不是？它有说明书吗？有啊。它说明书上面写什么？但是什么都没有写啊。它说明书上面的意思大概就是也要把树枝，看不明白的，其实要把树枝撑开哦，75度啦，我看到了，你可不可以给我好好看？所以我来研究这个，三块是不一样的。嗯，它要量得非常非常的精准，要量到75度左右。为什么我每次拿这个东西拿到前面手都会抖啊？这个是最上面的，因为它的顶没有东西可以，没有东西可以放，所以它应该是最上面的。这个不是顶啊，这个是插这样啊。不是这么粗，你就是插那样。不是这样有合吗？这个不是顶，这不是这样插，是这样插。对耶，是这样插耶，没关系，我已经知道了。一千多，哦，原来是插你的，插到这里。我们先叫。它为什么长得有点不像圣诞树啊？是75度，我们要量一下吗？不用，45大概是。75。45大概是平常。快到90度。差不多啦。快到90度，可是不到90度。哎呦，高恐怖呀！这是一个健康，就是差不多这个角度啊。健康差不多这个角度什么啦？如果不健康的话，就不是这个角度了，会低一点点这样子啊。75是哦，你在说树哦，所以你现在是树专家就对了，对不对？起来啊！那我要把它嘟上去，是不是？你比较 高，你来了。好，来哦，一、二，合体。为啥？为什么树叶这么小啊？很小欸。因为我们需要你们的爱，我们需要你们把东西挂在上面，好不好？啊，你们也可以写，就是一些小卡片寄过来，我们都可以把它挂在上面。你们可以写说，我们这个新的频道在今年有什么，你们会想看到什么东西，或者是有什么期望，你们都可以写在你的小卡片上面，我们会放在上面。他们都会写，要看你没有穿裤子。你怎么知道我现在有在穿？没有吗？有没有？是不是还蛮好看的？还蛮漂亮的。我觉得整尊盛开之后，再把你们的东西挂在上面，会变得非常非常漂亮。对啊，不要买很贵的东西，然后你们自己做哦，10块钱那种有没有？自己装饰，寄给我们小小一颗就好，不要寄太多。对啊，我要每个人都一颗，好不好？新年的都寄过来吧，差不多了时间。新年吗？对，太高了。好，我弄不到了。圣诞节是耶稣诞生的日子吗？是啊。圣诞老人跟耶稣是没什么关系啊。他爷爷。没有什么关系的、啊，这两个没有关系哎。耶稣是那个中东哪边的人呢、啊？嗯哼，那边连雪都没有哎。对，
圣诞老人对耶，是离家家是哪边的人啊？所以圣诞老人在攀关系咯。他八字圣诞节趁机出名，哎，听你这么一讲，好像对耶，哦，惊讶。其实有真的圣诞树，那我们明年买真的圣诞树好不好？这样好，插他们。我找不到洞，洞在哪？哎，不要乱插。好。会痛。好，我要进去了。哇！这个画面。OK， 不可以。赞。OK。经验不够，少年。最好了啦，弄起来了。不过太高了，顶到天花板了。不错，看到顶啊。啊，多么浪漫礼物。好了，但是看起来好，就是孤单，它上面没有东西、啊。又靠你们了，嗯哼，靠你们了，靠你们了。We need you， 好不好 ？We need you， 把你们的小小的吊饰啊，还有祝贺的卡片寄到我们以下的信箱网址，我们就会在下一集开箱把它通通挂上。还有其他的东西都可以寄同一个地址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你可以就是如果有些小礼物之类的、啊，你可以寄到下面这个地址。我们之后也会有一个节目，就是专门开你们的东西啊，不要寄太贵重的东西，也不要寄太大的东西，也不要寄食物，也不能够寄生物，不要把你妹妹寄过来，好吗？那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别忘了可以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，看看我们今天可不可以突破5555的喜欢。那下次再见喽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